好了，我是不是不能贴网址？可以吧？等一下，可以有，我可以贴。有王子把他带回来，还是你可以自己移自己的关头？你可以自己接自你己麦的。好爆！等一下，我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欸，你说什么？我说还是你可以自己跟自己玩接力赛，就是自己把自己的人移过去那为什么边。你麦变那么爆啊？我没动过什么东西耶，我什么都没动要调掉。好，哇。喂，好，没还有事听了。到吗？有我可爱有。的声音吗？走，继续。耶，有钱了！哎，那是岩浆，没事。我有7秒内对熔岩免疫，聪明吧？网络炸到爆麦，不会吧？还是你们听我也很爆麦？有吧？不是我的问题吧？你下来，会很危险。没事，那我活着了。我很爆吗？我真的很爆吗？你问其他人啊？DN 的话我不知道啦。有耳朵的各位，我会很爆麦吗？有点大声。我已经调过小声了。你听正常，不是我的声音哦，是小鱼的声音哦。是我的声音吗？这样呢？太小声了吧，那这样样。可以吗？这样又太小声了。不是，你刚刚大声是大声，爆麦是爆麦，不同的东西。爆麦，可是回报带点杂音，我重开一下电脑好了。哇，好累呀！安安呢？喂，这样有好一点吗？有，好很多。真的假的？谢谢。你炸了还是炸到我？你炸到我家麦克风了啦！关我屁事哦！
我知道。哎。为什么我连接不到？嗯，好吧，重开了。嗯。退出。哎。好了，开好了。好。是不行吗？我来试一次。那就卡在正在加入分析，然后就卡住了。游戏重开嘞。好。哇，看来只能关台了。看来只能去睡觉了。真的哎，把我这边这一段记录档就不传了，传一份就好了。网络重开看看，你觉得是我网络重开过，还是他重开过？他刚进得来啊。那后来是他麦克风爆麦重开之后就不行进来了。敢射手妹啊！怪太多了吧！嗯，不对，那怎么是神圣宝箱怪？完了，为什么突然这样？我从来都没有这样过哎。我也没有哎。好，我再重开一下电脑，好烦哦。要车在落墙之前盖好这个东西了，可恶！
一点安安，宝宝安安。刚想说，哎、欸，刚想说小鱼大的时候，我说哦，小鱼好啊，不理我。结果，他看他离开游戏又不理我，然后怎么了？我才看到 OBS 上面写说，重新串流，重新串流，重新串流。不是，我刚没有说我从嗯，重开机吗？没有啦，我是说我断掉时候。哦突然生气是不是？没有生气啊。不是我说，你以为我突然生气？没有啊。然后你怎么了？怎么突然不讲话了？你说气要跳 game 那一种吗？是防我强吗？不会啊，从来都没开过啊。丢失哎、欸，好扯哦！我再重开一次，还是真的要睡高高？对啊，睡觉。反正这次重开才十分钟，睡觉，再开一次。然后走关台了，生气了，被观众气到关台了。好了，我们两个人去玩抓鬼好了。好啦好啦，真的要？可以啊。真的假的？可以吧？就可回来啦。准备。猪猪，那找舌头来。舌头不知道有没有空。嗯，好，开了。伤害多少？跑了耶！哦，最近来了，谢谢。哎咻！来了来了，我会帮麦吧？嗯？我有帮麦吗？没有。没。好，安全。喝药水对不对？没有啊。没有，那你为什么踩在音箱上面不怕烫？我做了那个啊，泰拉靴啦。哦。哦。我以为你是勇敢牛牛。不怕困难。勇敢牛牛。等一下哦，地狱被入侵，入侵手，黄路线吗？附近有 Tom 欸， Tom 是谁？
又有生物，就只有那个啊，骷髅伤人而已啊。哦哦，人圣地形会啊会啊会啊，当然会啊，他都打在地底，叫。等一下哦，这边几个，84 42，我来算那个格数。42格。保护我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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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刚偷偷挖矿。哎呀，我保护你了，神圣宝箱怪，要不？法师哎、欸、我走了啦，神经病哦、喔！你刚看到多少神经病才咬我吗？就这样。啊，你现在看到了吗？哇，你直接撞他，还把他撞走哎、欸！法师死了哎、欸，死了，变成肯定死爆了、啊。很好啊。哎、欸，他现在小鱼，是他哎、欸，又是神圣宝箱怪，哎、欸，你把他困在里面，哎、欸，我去，怎么可能要去？他困得了啊？那我只要跟你说一声抱歉哦、喔，跟你说一声再见哦、喔。那我先存个钱哦、喔。啊，你的意思是你离开了吗？我，你没听到手机响的声音吗？你快听，滴答滴。好黑哦、喔！对啊，哦，你把宝箱怪怼了哦、喔！屁的，他走掉了、啊。
你好强哦！我说他今天开放线上审核，欢迎加入会员哦。好喂，你们好喂，小鱼死掉了，好喂！我去尿尿，我跟你做朋友了。你说温阳吗？没错。哦。请按下你的双等于，谢谢。是我在，是我在和你最爱听的旋律。哎，闷闷闷。东东。为什么绿色兔兔？它是矿物的兔兔，你看翡翠兔兔，就是，你想象它就是宝石，它是绿宝石，啊，这个是红宝石。哎呦，哎呦，小可爱回来了。哦，你又爆麦的呀？你好好，你先不要靠太近，你再靠一点啊。现在嘞，现在嘞，好，正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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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哎呀，快下来，小可爱，要死人，要死人！有个萤火虫哎，看，可以等我哥？不可以。好，我马上上。那我先点一个那个仆虫的那些，可以吧？小可爱，别担心。繁星快死了，繁星快死了。换个萤火，气死了。好，你们家繁星准备下去了。下去干嘛？我发现路好像不够长啊。我先下去啊。好啊。没了。你下来陪我。这下无聊、哦。嗯？这下无聊、哦。很无聊吧？自然生成的、哦。二十斤哎、欸！你爆麦！你怎么了？你到底又怎么了？我不知道。
喂喂喂喂，现在有爆吗？不是，你刚刚是吼的那种爆，然后麦就爆了。难道我换麦克风吗？啊，小，我不会下去的。可能有宝箱，怪啊。乖呢？自然生成，对。嗯，你玩的版本就没有吗？有吧？是你在地下环境都会有的那个啊，宝石的，宝石的小动物啊。完了，那我今天不能大叫了耶。嗯。没有爆麦。我之前没有爆麦，为什么今天会爆？怎么了？到底我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快死了。我是认真的。我知道。我也很认真在弄设施。这里是不是两个人就会有两倍的怪啊？是不是我害了你？没有啊。你是说摆六个变十二个吗？对啊。哎呦！我让你看我死了。你怎么会害了我呢？我会有这种想法。要不要先回去补？好啊。哦，七金，你这奸商！这护士姐姐真的不算护士姐姐，啊，慈悲啊，没爱心。哎、欸，我要回家了。要些许代价，干宝箱怪是不是？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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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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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来，你看啊、哦，家里了。这些，看宝石兔兔、宝石松鼠，你说啥？我刚刚明明看到宝箱怪飞上家里的、啊，飞往家里的。嗯，不会啊，他上不来了，他上不来的。嗯，来，我挖这边。上面吗？对，要把这挖掉了。你把这一块，这块都挖掉。孵出来的这块吗？没有，整片。到了，到那个钓鱼那边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对哦，越来越有默契。你是说这个吗？我以为今天看到飞龙是最可怕的小怪了，哪有啊？大师难度的大师是小怪，是大师好吗？每个小怪都可以怼的冒险者。
上面那个洞的右上角按到什么？应该是按到表情符。哦，这个。哦，好啊，再去拿。要吗？嗯，可以啊。痛痛！其实下面这边还要再挖更大，下面啊，挖挖泥挖泥，好哦，其实不用了、啊。挖过头了，没有，就要把这边铲平，然后把盆栽放到上面去。哦。啊！哎呀，回家好哎、欸。因为我是要拿小猪铺满。帮你拿那个海绵岩浆，你拿小猪铺满，你是在买小猪铺满吗？不是，我要拿小猪铺满。哦哦哦，抛光剂。我爆麦了，你该道歉的不是爆麦的问题，想骗我，你该爆麦，你还好吗？你还活着吗？你竟然跑掉了，无法，这是我最意外的事情哦。不行，怎么玩的跟大师模式一样？因为这是大师模式啊！原来这是大师模式啊！我还只是个孩子啊！下去喽！我熔岩的那个不见了，我熔岩的海绵，你小心，那我吸，我吸，帮我吸。还是你熔岩的扔到岩浆里面去了？
我不知道。哎、欸，对，我的嘴不见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熔岩，嘴不见了哎、欸。不知道是不是嗅到哪一个箱子被乱摆，住进去吗？哎、欸，只能拿这边的了、喔。啊，该不会刚刚贝壳都丢到岩浆里面去？那怎么办？要掉吗？没有，箱材里面还有三个啊。耶，谢谢。难怪觉得小猪铺满能变空了。吓死一堆小动物，抓抓！冰玉啊！嗯？没有，我为什么就喜欢学救火叫呢？在那边放盆栽，你在那边学九口，合理吗？确实可以，再那么挡我路，我就要换回和风鱼了。警告过你喽。这边吗？嗯，弄炸的、啊。哦，扔进去了，给你炸。你小的而已，我不怕你啊！有本事叫你爸爸妈妈来。吉娃娃大师，谢谢。吉娃娃，回家。我拿那么多钱给他挥霍啊？看我剩多少？16薄币了，原本21的，天哪、啊！我现在也16哎、欸，你真的掉好惨哦、喔。啊！我按了绿鬼，完了。你为什么日鬼放再放远一点好了啦？他一定不是个好日鬼。放屋顶好不好？你放、啊。
来救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我不放时钟了好不好？啊？时钟放在那边也可以。我马上来，我马上来。来了来了来了，笑开，别担心。手机是个好东西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！哎，怎么了？没有，被射了，我被打了。为什么这边可以这么嗨？到底是为什么？那表示这边刷怪效率很棒了啊，怪都被压制在这边了、啊，懂了吗？太棒了吧！就是早期版本的啊，我想要盖进阶的，进阶的我们现在盖会很累。怎么会有这只？这只是什么？夜光蝙蝠啊，这是从这里面跑出来的，表示这里面有地方。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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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心，他爸来了，他爸来了，他爸来了。他爸来了，对。这怎么会滑下？不要死回来！哦豁！哎，骸骨弓哎。哦，困难模式后打到。这个还是那个。爸爸，阿贝给的比较好，要用阿贝给的。他杀了兔子。喂。蝙蝠还是史莱姆？那我也没办法。我忍不住了，我来了。屁嘿，你杀了。等一下哦，这边这边，好啦，等一下啦，拜托啦，急什么？急娃娃！哎、欸，为什么你要挡住我？不是你，我在算位置。哦，这里吧。干嘛啦？Winny 啊！不要这样喊我，我也没办法、啊。Winny， 300是不是？靠呗！不要这样靠我，我靠不起。等一下，你怎么没有把这关该陷阱关掉？可恶！好了，我们即将动工最后一个阶段了，把这边变成猩红之地，快点，我等你。猩红，请问是我用染过的血吗？嗯。我们是不是要拆一拆墓碑了？好多。哎、欸，对不起，我吸完你的钱了，没事、啊，不过算了，不过算了，真的算了啦。
哇，哦，怪会这么多，你死掉我就一个人很崩溃了。哦不，好多蝙蝠，完了。好了，没事，我爹，哇，来就残血了，放哪里啊？这里，你哪来就那么多怪？你是不是本人自带水蜡烛？你以为我想哦？啊，想啊，很好哎、欸。那你本人自带什么？四剑，血月，哥布林四剑。不要伤害他。奇怪，我明明就穿坦克装，怎么薄的跟什么一样？那暴露残疾的未来。经不起谁来猜？不要啊，不要啊，太嗨了啦，不行啦，不行啦，小鱼。这样下去不行不行。跳。瘟疫，你小心瘟疫！老板，瘟疫回家，镜子，镜子，我没有镜子。屁啦！我是手机，手机靠腰，背着你。你怎么那么凶？哇，你这样不是会干嘛这样？你不是说最爱我吗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没时差。啊！自己的怪真的好爽，多带一个炸出来。要变腐化之地了吧？靠腰，为什么你是镜子跑？哦，看，文玉啊，怎么了吗？你很棒哦，我看到你，然后铿铿锵锵，铿铿锵锵，我就回家了。哇，今天护士发大财，真的耶！包括我们两个可以盖一间医院了吧？我们可以盖个博物馆纪念碑了吧？升怪机制是什么？是看你是看亮度吗？嗯，没有啊。他想升就升。对啊。他只要有平台就会升。他除非那边没有平台啊，就像什么？不会第一件事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很准。他射比我准，魔法箭袋耶，好棒哦！什
抓拿该拿冰块才对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可是他用冰块啊，可恶！冰块我要来感染了我。快点，二字出现了，小孩出现了，点他。你知道你妈刚多过分吗？知道她杀了繁星吗？能知道吧？为什么那些喝不完弓箭手可以那么的痛？啥功啊？我用神圣。白痴哦，来不及回家。星之地的，不是啊，写星之地的啦。我的目的，我的目的，我的爱财哦。真是被蝙蝠怼死的哦。没必要。哎，在啊，他在左边哦。啊，34金，怎么回事？小鱼，我们的医药费，撑住，撑不住没关系，我不会怪你。我来了。没屁用，没必要这样吧。哦，哦真的没必要、欸，好狠哦！他至少给我掉30斤以上，不然我这有啦，26斤，26斤。
蛋痛。我要养冰块了，不要逼我。靠近这边才是那个、欸，才会生的。老师说是上面这边。然后自大大蛋哥，我隔着墙哎，哇，帅的吧？啊！喷到了，我气死！啊，等他蔓延吧。好了，楼下暂时先这样子。好。拿到一个灵符的东西，不要哭，他怎么了？啊？不知道，他怎么了？不知道。他为什么在考？是因为你不陪他玩。哼。这年纪又要陪他玩什么？你不理他？没有啊，完全没有。就说啊，他有一次，因为他流口水流太多，然后不然碰到我，我直接大叫出来，他就直接哭出来。我就陪他，我就陪他一起哭，然后他嘴巴就闭起来了。他发现怎么有白痴可以哭那么大声？遇到对手了。他姐回来了，他姐回家了吗？不可能。哦呦，到宿舍而已，到民宿之类的而已。扔炸弹也是犯法哎。
白痴哦、喔，我带，我带着那个磁铁啦。想说奇怪，这么远，为什么有东西飞到我身上来？嗯？不可能！地下居然有黄蜂！我们家到底是什么生态鱼？嗯？没有，我是说下面那个爱心果的那地方。有啊，一定会有的。之前我们也是打那个会有黄蜂出现、啊。没有吗？我们后面放墙了，除非是从那个啦通道，刚好是从通道那个，我们不是通道的线那边。哦。没有补到、嗯。这里。要找到香蕉了。哦，好诶。好高哦，回地标。哎，石砖哦，好像在我身上。
Nice。然后你说是这样，可是宝箱怪会打到你吗？等一下，我再弄。一二。会啊，一定会打到啊。有伤人，弱伤人，好胜球。没什么，南平南吹，溜溜球球他，我都买了。我要去地狱玩哦。哇！我被混乱啦！我被混乱啦！云雨，拜拜！再见喽！再见喽！被混乱啦！我想知道我的那个位置还能不能挂机？嗯？也不是挂机，是能不能？挂机，就是挂机，好像是挂机。好像怪冲过来给我46金耶，那怎么那么好？回家。冰鱼救我！没办法，我刚被百香怪欺负，没有人可以救得了我，因为我已经长大了，我不是小朋友了，没有人会救我。所以你要救我？你已经很大了，你快不能再长了。我还在喝奶奶的时期，我想到了，怎么这样子嘞？为什么我一直存血？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了养我、啊哦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那个紫小鬼。
哎呦！恐怖游戏啊！到底是什么恐怖游戏呀？有完没完呐、啊！好啦，兔窝都给你们啦，不要来追我了啦。哎，不过不是很吸引他们呢、欸。哎呦！龙虾，龙虾不是吃的吗？嗯，好吃。现在午餐不能吃龙虾了，好难过。对，后这只哎，北西。嗯，那什么？嗯，什么什么？符文爆破是更强的那个符文法师。他是不是会喷蓝蓝黄黄的光线？黄黄会啊，蓝蓝我不知道。绿绿还是绿绿黄黄的光线？哎，对。快点喷在我旁边！哎，等一下，你拿着巫毒娃娃。给我等来，啊！准备一下，做个床。
那种精虫。你要跟谁睡？当然不可能是番茄啊。哎、欸，哈，在乱讲话、啊。我没有乱，哎、欸，巫毒娃娃，巫毒娃娃，地上巫毒娃娃，怎么了？地上巫毒娃娃，不要叫了，我冲去地狱打他。那现在那么勇，现在。现在这么派派的吗？对啊，现在派派。他宝箱怪就毒。怎么那么多？商店，商店做。好多床哦，日曜床，那椅子啊，史莱姆床好了，五个，一块五。所以你是要跟谁睡？嗯，挂机用的啊。我死掉，哎、欸，很扯，他们从我知道隧道一直丢，我知道，我也死过，真的是低能的、欸。叫你捡钱。浴缸床，床。我可以做金色的床吗？嗯，对啊。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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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救我吗？没有空。你是成熟的小鱼了。刚刚你怎么说的？你知道他们上下一只吗？哦。哎、欸，他们。嗯。我真的觉得你快点剪掉比较好。剪掉什么？那个巫毒娃娃，没事啊。这里要变墓园，哎、欸，我捡到了。下面变墓园，我无法。微笑正在那墓园，墓园而已，小事小事。我再看看我这个成功了没？好，那我继续加油，加油，嗯、加油！奥利给，奥利给，勇敢妞妞。好，我好了。干！哦，然后把这放在地上。勇敢扭扭，回家喽！救我！我回不了家了。你觉得我会救你吗？有了有了有了！从恶魔身上拿到一根热狗，就是有点暗。很热。地狱很热，没错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没有光明之魂呢、啊？嗯，哪里来的小鬼？
后面又是神圣地形。小鬼在哪？如果你听到你声音，却可以杀到我，太不公平了吧！死小鬼！哎，小鬼。我又喷到了哦，白痴！干嘛麻子？这样我会心疼呢。什么事实啊？事实也不会大声说出来啊。如何？好玩吗？可是东西捡得到吗？可以啊，因为这还没有完成，因为太克难了，很多东西盖不出来。好比说运输带，那主要是这附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神圣的地形还是偏多，所以。虽然听到的汪汪汪汪汪汪汪，可是没有生我们想要的那只。你懂我在讲什么吗？就是啊，没生我们的那只女生女鬼。蠕虫是不是没有泥土就上不来？啊？没事。他没有方块上不来啊。对啊。罗盘。对啊，就是没什么，就是。啊，开到十点好了。十点了耶。对啊。你累了哈。嗯。幸好累。为什么？里面有一只兔子陪你耶，不可爱吗？把它抓起来。然后呢？没有啊，没然后，就没然后了。不是，到底哪边还是神圣地形？这里。这附近神圣地形很夸张啊！
需要你。我不是为什么？四十而已，我们躲地下。有怪人。把门关了。都开了。我决定我要把门关。他会分身欸。对啊。哇，他还出不去。我本来想说，看我把门关起来。你要打？那我教你一个方法。我一直想说，我一直不想用这个方法。来来来来来。是他们逼我的。不是啦，不是方法，你要。哎，我可以，这样应该就可以打出去了。不是啊，你溜溜球嘞？不是从那个平台。这个是合法的吗？对啊，这样子有没有？你打出去对不对？对。对啊，就是你玩的哦。这是什么 bug？ 一直以来都有的 bug。巫师死啦！一直以来都有这个 bug 在，但我一直想不想用。那天其实第一天就有观众跟我讲。就想说可以用那啥什么那个门缝的 bug， 我说哈，我不是很想用。就是可以从里面打到外面，外面打不到你。那绿石可以打到什么啊？那个啊，那个贝壳。还有那个紫色的手镯，还是脚镯？巨型犬，卖掉。反正现在就是除了那个现在就只有现在理论上进不来啦，就只有飞蛾进得来。金币都掉到里面去了，都见不到。里面没有啊，没金币啊。哎、欸，钱会被烧掉吗？会啊。那取消掉。好，擦掉。哎、欸。不至于啊！这样吧，那进度到哪里了？也没什么进度哎、欸。那进度到哪哦？只打过眼球而已。艾拉之刃要英雄断剑啊，英雄断剑要打飞蛾才会有啊。女来，顺便帮你放。放什么？啊！啊！
死我！啊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把这敲掉啊，太丑。月亮石。对啊，就那个。就很多那种速通在玩的人，都是用这个方法在卡着打那个，血怪，不不，腐化之地那种的，天启啊。可是这样就不好玩啦。啊。我也是，因为今天，怎么说，就是他们不在，就没有认真玩。如果番茄加这个 bug， 他会不会一直用？哎、欸，他好像还在。在啊。哎、欸，对你，按、啊、你那个嘞，香蕉丢哪里？在我身上，你要吗？我要啊，我要你的香蕉。给你。香蕉姐姐，谢谢。不可以。你吃一根哦、喔。对，对不起。干嘛道歉？因为我刚不小心走出去了，啊、所以家里很怪。我可是有四根香蕉的咯。为什么香蕉可以合成吗？没有啊，它就是最多好像可以到八个吧，那就是这样来回丢啊。怕他们乱跳，里面可以倒蜂蜜，倒蜂蜜他们跳不起来。什么乱跳？不是他们不是在里面跳来跳去吗？还说跳来跳去，不是可能打不到，就是在里面倒蜂蜜，倒蜂蜜他们就黏住跳不起来。哦，贝壳就是那个吧，人鱼贝壳。那、啊、你增加那个月亮啊？去合一合啊，现在可以合了。你还开？你还开？内鬼，看间谍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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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活着活着活着。你去死！你去死！我想看你死。干嘛这样？不死啊。嗯。可能会死。诶、欸。哎、欸，我秀进去了。巨蟹乳虫，第四个吧。哦，很多了哎、欸。刚刚给到十个哦，对，不对啊。这样，我出来了吗？我出来了吗？我到了，还可以再合啊！我记得那个。对啊，但是那个就是要等打完那个，对他要打那个，记不起名字，他要打石巨人。要拿那个太阳石，好、
不，没有不要的那只。你要什么？还是真的要来这边过了？然后就是腐化地下的那只恶心怪啊。哦。他还真去那边了。一点不好说。嗨，小可爱。嗨，波西。你叫谁波西？是波西西。伸懒腰，嗯，好了，你差不多了，我觉得你真的要零了，你体力为零了，嗯，你啊，体力啊，哦、手游、哦，不是啦，我说你本人呐、啊，什么手游？对啊，手游体力已经消完了，光遇会有体力吗？没有啊，你的体力就是你本人的体力啊。哎呦！怎么出来那么多？我带衰啊，你忘了吗？我是谁？我是水蜡烛。也是喊水蜡烛。也不是带衰啊，毕竟打这个，当然怪越多越好啊。这样子，我们来喝个战斗药水。这样就会爆炸多怪了。我在想，网路上拍啊那种深怪塔，应该都是配那个战斗药水。我在想说，奇怪，怎么可能画面都超过十只怪？他们作弊。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、啊。安安儿。而安安，你好。他们都水蜡烛加药，对哦。哦，怎么可能？效果好成这样？那、啊、晚点放个冰块好了。冰块。对啊，放冰块，然后来感染一下。等下陪我放，等到白天我来放冰块。这是白天呢，对呢。那我们等晚上的时候来放冰块。好吧，可以让他们鼓溜一点吗？什么叫鼓溜？就是滑一点啊。什么叫滑？算了，不是什么意思。就是是不是让冰，就是怪物可以滑，因为冰块不是会滑滑的吗？啊，冰啊，怪没影响啊。哦，是哦。哦，我为什么要放冰块？我放冰块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啦，那个地下环境的话，因为有冰块的话，又有多一个环境怪啊，又有那个乌龟有没有？哦，那个我知道哪一个。对啊。这真是智障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死都要在里面。这款还没到交完蛋，他一定会很不爽。啊？什么死东西？这款还没到家。他不加班吗？加班加几点啊？快十一，快十点，十点了耶，已经。好辛苦哦。哪会加那么久？好了，不理你咯。为什么不理我？我要去打爱心果。好哦，去打。
有听到小孩在哭吗？哭的就像没人要他一样。结束了吗？八点了，结束了。那我是不是下去帮你拿冰块？没有，我们放地表就好了，给它蔓延。来分你一颗，什么意思吗？啊，不是，没有，我只是要我需要那个材料而已。我只是单纯需要冰块的而已，所以我们在地表放一放就好。我要拿冰块吗？嗯，可以啊。还是你一个人铺就可以了。好吧。我保护你。不用保护我啊。头上到腰耶。哦靠，哭啊，下雨天呢。那走，我们去海边。哎，你在哪里？海边啊。保护好我哦，会有雨哦。不行，没怪，没事，继续，安全。你先把水蜡烛拿掉吧，门口的。拿掉了。没事，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人敢欺负你。干嘛？打死你才能欺负我，是不是？没错，没错。但不能自动分。自动比来，我放一个这个让你看看它蔓延多快。这个是什么？猩红的啊。怪怎么会哭那么惨？
没蔓延，打脸。我都掉到3、4、5个那个夹了，都还没蔓延。没蔓延呢？还是我看错？嗯。我这样，我说会不会我也全部敲补完了还不蔓延？而且附近也没敌人，很安全啊。安安，我是伤到腰，现在躺在休养的废物，靠腰哦。你现在还好吗？视野内不会，会啊，视野内会蔓延啊，他蔓给你看的呢，快听蔓给你看。我补完了欸，笑死！欸，有一块我看到了，两块。还好，就有点痛。哪里啊？那边还是你放的？不出来是我放的。啊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好，补完了，这边放给他烂吧。欸，对耶，不错不错。哎，哦，有一块是红的，是哦。那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哪一块。嗯，我把水蜡烛插回去。哇塞！哇！什么东西？我怎么？为什么？有了有了有了，升他了！什么东西？我到底是什么人类？你是鱼，你不是人，你是小可爱。啊！那我们就是要剩这一只。弹簧也是啥？啥？哦，好像是。它就是宠物。哥布林啊，那屁呀啦！double 聚集的机会是多少？
丢丢丢丢丢丢。现象。Double 日食，哦月还有那个啊，血月啊，三次了欸。哎、欸、阿伯，明天陪我吧。啊，我们这边，我们这边啊，这边有稍微已经框起来了，然后附近有稍微喷过了，只是不确定有没有喷完全。那再来是明天陪我把这下面挖宽一点，就是大概到这里吧，就补到这里。然后这个岩浆我要往下放。欸，什么声音？你不要哦，你不要哦。啊！你说不要就是要，我懂的。我说不要就是不要。还是我把那个开关这个一打开就是连那个啊，这个也一起关起来。可以啊。还是不要好了。可是有些人真的想要自己打，阿伯可能就想要自己出去打，不要好了。他是阿伯。小伯，你一来怪真的变多了耶。关我屁事哦！真的你，那真的没那么多怪。强，你是什么 buff 吗？两边都不怪耶、欸。会瞄准哦，会瞄准，我知道啊，是现在还没有做法师的装。
抽不到，烂。可以做蝙蝠翅膀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刚才里面不是你们就有？我不知道。翅膀，翅膀在哪里？嗯？第二个单掉落物啊？啊，这里啊。不知旁好，是这个好还是一样？这阶段的都一样，蝙蝠翅膀，然后冰翅膀那些其实都一样。要变的话，要等打完花王之后才，不，三完之后才会有变。那我先用这个鱼的翅膀吧。嗯。光不了台，好扯哦！只有那个叫什么？有事件发生。红龙翼，看，我买一下好了。回家，然后放这里。啊，算了，多买一点。那边怪还好吗？还好啊。哦。怎么了吗？好过。他在怀疑是不是我在塞。你很强啊，你比谁蜡烛有用很多哎、欸。痛苦那是假的，下一句嘞，如果是你等一下、喔、你唱我不知道，我不会唱啊。回来了，只是出客买个水容易而已，就非得这样子搞我、哦。
不然，好吧。哦，终于回到十九波币了。对，多少？十七。没事，还不会痛呢。嗯，我们打了两个血月，一个，我们打了一个血月，两个。哪有啊？三个血月好不好？而两个血月，一个日，而三个日，这么多吗？按多了哎、欸，很腻哎、欸。是哎、欸。啊。换个装备，换什么装备？嗯，换什么装备？蜘蛛装啊！哦，这时候妹妹还，妹妹就比较强了。攻击130，130。你看我这边只有两只，你看你那边。两只什么？我这里只有两只怪在那边跳。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可以那边那么多怪。好，召唤匠了。刚自己来了，麻烦。哎，对，你那个没怪了，终于帮我有怪了。美眉其实跟东石大一样，就是清清怪很快，打 boss 不强，但清怪哎哎，美眉等级高好像真的蛮强的哎、欸，她跑速超快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而且冲出去怼怪哎、欸，哦，你看、喔，我好快哦、喔。对不对？你看，冲去，有没有？就是你说，就现在才下班，太晚了吧，宝贝。辛苦了，没事没事，等一下放你跟小鱼老继续玩，等一下。没来，没有、啊，今天也不是你的错啊，今天太呛了我，太累了。对，有宝贝，小鱼讲的啦，不干嘛啦？哎、欸，他摸摸就会好恶，番茄一松开你的手、哦，什么东西？番茄，我对啊，我说他什么东西啊？摸摸就会。摸摸九口、欸，哎、欸，你很恶心哎、欸！附近岛民，村民不够多，完蛋，下面灭光光 ，BBQ 啦！嗯，哎，来去看一下海边的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长超快啦，白痴傻眼哦、喔！嘴都红了哎、欸！用番茄酱，
好像百事可乐。冲啊，英勇妹妹！为什么？我为什么？上吧，妹妹！妹妹咬他，妹妹！你说什么？为什么？怎么了？他的移动速度真的比……看，我想想，中快很多。好强哦，他！可是他只能单一攻击，比如说眼球可能可没有，他没有单一攻击，他是群体攻击的。不是，我的意思就是眼球可以射两个不一样的人。哦。可是妹妹就只能那一区那边，你懂我说什么吗？我懂，我怎么不懂？你快跑！会死的。那、哦、你说的。有你在，怎么会死呢？哈哈哈哈。重点就是我不在的话，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。你不在的话，伺服器就会换了。不会啊。会啊。怎么会嘞？嗯，怎么会呢？完了，楼下的不够多。就自己摔下去啊。嗯。哎、欸，你要左边右边？我们来赌哪边的爱心果比较多。左边我去。好，那我右边。我知道你偏左边。因为我每次打都是打到右边有，我没打过左边有。啊，自然的恩惠。零，你呢，小可爱？幸运的小可爱。零，太好了，心理平衡了。嘿嘿嘿。好，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，我们够强了，我们。嗯。画一下雪地啊，看一下蔓延，你们还是3%，4%哎，阿北4%了，所以这边有蔓延出去了，交给你了，保存已退出好了，好，我直接看你的台最快，哎呦，对不起，插了麦克风。没有，我也吓到了。干嘛？你不监听耳机？不是，可是，我自己撞到也会有声音啊，会有口一声啊。call 了西敏，妹妹，等级起来很强。比眼球还痛哎，打眼。妹妹，该不会真的可以带到毕业吧？他走好快哦，应该还好了，因为服从上限是强化他，可是他强化最多几次啊？加那个桌子的话，应该是7次。好像眼球比较好，多打这些的话，哎呦，机械骷髅头，好啦，关台喽。好。好啦，抱歉啊，今天状况不是很好。哦，也不是没睡觉的问题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嗯，
跟阿飞不在吧？啊，好，感谢各位，看看有何可以待。哎、欸，幽离子哎、欸，等一下哦，放作者工作室内容，直播影片，好啦，我们去幽离子的台吧，大家晚安喽，拜拜拜拜。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等一下哦。该不会是要这样点进去吧？因为现在听说可以直接贴网址。远传工程。指定频道。哎、欸，可以耶！储存。好啦，大家晚安喽，拜拜。